队的选手先给自己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辛苦你们了！哇，五个月的一个征战，从夏天比到冬天。是，那当然呢，在这个例行赛比完之后呢，累积的奖杯数是由红队拿到了第一。红队，现在就要有请小杰领队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晋级到冠军战的心情啦。是不是不习惯？千姐，真的没有不习惯，没有就很开心啦、啊。就是毕竟就是从一开始我们的团队可能不是到特别的稳定，然后慢慢从中后期的慢慢的发展，然后到最后其实我们团队整个能力越来越好。嗯、那当然，目前进入总决赛只是一个资格，那下周我们还会有一个总决赛，我觉得这一场是比较重要，所以。我不想说暂时开心，我希望可以在那里开心到最后这样。哦，很多观众朋友都说这一届小杰哥就进步很多，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哪边成长了呢？因为经过了三季了。其实我就是会比较直接点出问题，应该说我第一季的时候，其实我比较真的完全毫无经验可言，所以就是边摸索，然后边学习边看。嗯哼，对。然后第二季其实就参加了，就是其实刚开始没几时，我人生就出现了一些事情，所以基本上我第二季的虽然是在运动会里面，但是我整个就是没有这么，就是没有真的完全就是怎么样。对，那第三季其实是我成长最多的一季，那第四季，就是把前三季的一些经验。然后我觉得那个第四季的选手们比较可怜，因为我确实偏稍微比较严格一点，对吧？有啊，幸运，你也把你的爱都灌注给他们身上了啦，真的。小杰真的是老实人呢、欸，真的，整个访谈他都没有在藏什么。不过呢，你们是晋级到总冠军赛了嘛？但接下来这个问题你也可能不会正面回答，但是大家还是想要听一下你的答案。嗯，你会比较希望。黄队还是蓝队上来跟你们打总冠军赛呢？我会帮你挡住哥哥的，我会帮你挡住哥哥，你可以诚实回答。我先讲一下。浅姐，过去三季像记者会的时候，我救了他很多次。我是觉得这对情感上的话，我应该好不好？现在有点情感勒索。哥哥有在小杰回答之前，没有，我记得我们一开始的策略是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对啊，所以我们的策略应该就是你知道吗？要维持啊。没有，郭哥，我现在这个情势是变了，现在是换你们吃药敌人要打人，打击主要的。哎呦，小杰，你真的成长了，你成长了，你身为大魔王哎，妖魔妖味，妖魔妖味了。你我刚刚那个问题呢？你还是能这么回答？没有，应该说，其实不管是黄队还是蓝队，真的。都很强劲，所以对哪一队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全力应战。但是如果自己最想要跟哪一个队伍的话，我自己很希望是跟蓝队。因为他输给我比较不奇怪。不是，是不是？还没讲完，等一下。抱歉，请继续。没有，我要说原因，因为毕竟。前三季都是蓝队拿走红队的奖杯嘛，所以这一季我想从浅姐的手中把冠军奖杯抢过来。哦！你会在前面，我们是谁？小杰回答真的很棒，很棒，真的非常好。好的，那今天呢也是资格赛了，也就是黄队跟蓝队要来争夺可以跟红队挑战的这个。总冠军的资格是对，今天资格赛的那个比赛项目有合球、五人制棒球以及腹式躲避球。哦呦，三战两胜制是，对，但是非常关键的一役啦。那我们这边先请郭哥，对，小小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说是赛前的精神喊话，但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呛下的话，也可以趁现在。不会啊，其实我们黄队其实目标从一开始到现在都很简单，就是不要让他们两个争吵嘛，所以我们直接拿总冠军就好了。哦，非常有自信的发言呢，浅姐呢？那
个有的时候像刚才小姐讲哦，你要笑到最后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所以这个过程这种冷笑为就不是我的 style。对，然后呢，因为就像刚才小杰，我觉得他站在中间不习惯，我现在站在这边也不是很习惯，但是我这个慢慢的会再给我一周的时间，我会慢慢移过去，好不好？这个眼神会慢慢移动脚步过来，是不是？哎呦，钱姐不会坐着看比赛了。隔空交火，隔空交火，感觉有那个有一道电流来跳舞啦！我一旦你请我吃牛肉汤了，没问题啦，牛肉汤小事啊，台南牛肉汤。那一样，这个小小郭还是带领黄队来一下，精神振奋一下的。振奋哦，我们精神轻松嘛，对不对？我们口号其实就轻松，我们大家啊，小 baby， 啊小 baby，All right， 来蓝队来一下啦。我们 Thunder Blue 啦，好不好？来 ，1、2、3 ，Thunder Blue。耶！好，接下来呢，就是今天的资格赛之后，下一周呢，就是全民运动会啊第四季的总冠军决战了。那我们的规格也是拉到台大体育馆来进行。是在台大体育馆的总冠军赛呢，我们就邀请亲友团和参与过我们全民运动会的好朋友会到现场来观赛。所以请观众朋友们，也请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全民运动会的总冠军赛咯。好，那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个大合照。大合照。大合照。好。我觉得蛮平常心的。我今天一早来，我是跟他们讲说，没什么，今天的比赛没什么特别，它就是一个像我们的平常的录影、平常的比赛。对，我希望把它更自然一点的看。对，但殊不知，今天黄队更自然，他们现在唱起歌来了。对啊，我们其实早上来也是蛮轻松的啦，就像一般的比赛一样嘛，然后。我觉得就是把运动场上最好的那一面再持续带给大家，这样子。心情吗？当然可以，就是优先进入总决赛，其实是还蛮开心的啦。对，因为毕竟在争这个资格赛，其实是真的压力蛮大的。对啊，就是。但是因为也不是到最后嘛，所以就是还是目前状况还是一直在备战总决赛。嗯，很有信心，70%-80%以上。一般我们那个在周年庆70%就大概是就是打几个，你知道对吧？哈，啊对。没有约定好啊，对，但就是因为这赛季比较长嘛，比较辛苦，所以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啦，都就是结束之后就是会带大家出去走一走，就是放松一下心情这样。压力，因为他们毕竟也不是专业运动员，然后要经历这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他们走到现在是真的都蛮不容易的。